开箱！哇、哦，我等了2个礼拜。这个呢，就是今年其实非常流行的浅制美酒。然后呢，它其实就只要2个礼拜。那其实呢，刚好疫情这段时间呢，我觉得它可以陪伴我们。就是这个疫情，还好。我真的这次有跟到日期。三瓶，这瓶是什么？这是用 Vaga 的，一样呢，我们都是用青梅，然后直接就是想要知道我们怎么做浅制美酒的话呢，直接到我们的YouTube， 有直接上面写搜，就是你直接搜寻，不然你就写吴怀中 and 小龟浅制美酒。这个关键字，你就可以找到我们怎么制作浅制美酒。没错，今天2个礼拜就是要试喝。好，那我们就等一下哈。那你女儿洗好澡没有啊？她说起了，她说起了。对，我等一下再进。大家在那里，再一次说嗨。哎，好了，洗好澡。公子洗好澡了哈。好，继续去找整个网没关系，还是你要在这边。好，那你在这边哈。好。第一桶 Vaga， 我们来喝喝看。好，到底两个星期的浅制美酒到底是不是可以？因为通常其实美酒需要半年嘛，对不对？对，越久越好嘛。越久越好。对，一开就是人家都是这样讲。这是都是酒。那我跟大家讲一下哈，它这个美酒呢，我看它一些梅子已经有点微皱了，要放它不清醒。哦，然后去跟哥哥玩。哥哥有卡通给你看哦。哥哥有葡萄，哥哥在吃葡萄。哦。要去，来，那你过去。去。Go。好，那因为呢，它下面会有糖嘛，糖都沉在下面，所以我们拿一个汤匙，拉拉。还没。老师，因为它浅渍，所以它的糖其实还没有完全的溶解在里面。好，我们拉拉，来喝喝看这个 Vaga 酿的这个美酒如何？哎，我这真的是我第一次酿美酒。人生总是会有很多的第一次，希望可以成功。如果成功的话，我决定明年我要多酿很多的。明年你要用那个缸，有没有？对，要很大。腌泡菜那个缸。对。哇哦！好，你们看哪样？哎，好搭了。没有好搭，那种美酒先闻它，但是它就没有它的颜色，就是现在的颜色就是那种它，因为这是用 Vaga 腌的，那我现在闻呢是完全没有 Vaga 的酒精味，我只闻到梅香味，梅香味，就是、梅酒的香味，对，梅酒的香味。但是我们一般喝的那个有品牌的梅酒，它那个颜色很重。对，我觉得加的糖不一样，说不定他们加黑糖啊。哦，有可能。好，我们先喝它。甜味，有点微酸。不要在这个瓶上面。哦，不好意思。然后呢，没有涩味。哦、对，它没有 Vaga 的味道。完全没有 Vaga 的酒精味耶。来，帮你剥葡萄，对不对？是不是？这样喝好好喝哦。完蛋了，这一瓶不够你2天。我说真的，他喝的是就是我们在闻在喝的味道没有酒精味，但是你在尾韵上，就是你在喝最后一口的时候，他的那个酒精会冲上这个鼻子里面到这边，他还是就是我跟你讲 Vaga 就是哎呦，我辛苦酿美酒，不要这样一口干好啊。我跟你讲，这个 Vaga 是用Costco 的科克兰的 Vaga， 一瓶只要392元，然后大概1.75公升。我决定明年要买个10支来酿美酒。哎，它完全没有 Vaga 味道，但是说真的，但是会热了，你会热。我告诉你，我觉得这美酒为什么要酿半年？半年后刚好是冬天，这个冬天喝很舒服。但是我觉得很适合，就是你。太急，就是因为我觉得美酒酿那么久，大家都没有兴趣嘛。但我觉得酿这种2个星期你就可以喝，而且我跟你讲，比市售的那个秋雅还好喝，因为还不甜。
然后带有点微微的酸味，然后闻起来就是很香的梅子味道。这个梅酒，玛卡的梅酒真的一次售了，好喝。大家明年一起来啊！好，再来，我们来开那个，先关起来。好，先忙。第二桶呢是 gin， 琴酒的美酒呢，很多人都说很好喝，就是酿琴酒的这一缸啊，很多人都说酿酿的酒，酿琴酒，哎、欸，你要盖门，你要先盖下去，干了，哦，好喝。而且我跟你讲，你觉得梅味啊，大概太浓，加一个冰块，或是我会建议，如果是我的话，我会把它倒一些，然后拿去冷冻冰，有点像碎冰这样子。这样子其实让酒味不会很重，之外又冰冰的，好入口。来啊，菌来了，你可以开吗？来来来来来。听说菌的梅酒很香，很好喝。那我这个是用英人的那个菌，怎样？菌味哦。哦，这个味道就是完全跟八嘎很特别。你们看哦，你们会发现不一样的地方。你不要动，先不要下去。如果是像这个 Vodka 的话，它这个梅子是浮在上面的，菌的话完全是在你中间呢，它沉在中间的那个，你看，因为有没有中间？但因为本身呢 ，Vodka 是本来就是无香无味的味道，但是菌它本身就是比较香料味就是蛮重的。先一定要拉来哦。因为糖都在下面，所以我们就把它打来。因为我们泡两个多礼拜，没有，就两个礼拜，我们刚好两个礼拜，因为今天6月1号，两个礼拜。因为它那个还不够，它没有泡上，我的糖比较大颗。我们是用大冰糖，你要一口干，我用少一点，我怕你把我的美酒喝完。我很忙哎。我喝酒还要剥葡萄。哦，它这个就完全不太有什么梅香的味道，它就是菌的香味。菌味道盖过那个梅味，对不对？对对对。那我跟大家分享，我明年到底要用什么很多缸这样子。目前是八缸。菌中带梅，梅中带菌。对它，你闻的时候是菌的味道，其实你在闻是菌的味道，但是你喝下去会先遇到菌的那种香味，之后才会再遇到梅子的味道。我觉得为什么有些人会喜欢它，是因为它有丰富的层次感。但是说真的，它的酒味会比较重，它复杂，很复杂，它就是有点难以。但它香气很重，对。啊，你不是吃葡萄吗？葡萄完啦。哦，这是我们家的腌芭乐，有空可以订我们家芭乐，因为真的是蛮多，现在疫情的时间真的蛮多客人订的哈，有空可以订哦。然后，但是因为现在呢，我听到了一件事情。什么事？就是现在新北、桃园跟新竹完全都不收低温的，所以。啊这怎么订？就台北市的朋友订多一点好不好？订多一点好不好？订多一点，我们请人送。好，兰兰，你不要这样子。好，你下去，你下去，你下去。嗯，就是这个菌的味道比较重。如果喜欢菌的那种香味的话，可以订这个。但是我觉得现在目前我的心中的第一名还是 Vodka。在重头戏来了，你的 whisky 这一缸都是你的。我一直不要开 whisky， 因为 whisky
就我所知，欸、那个我用、那個、你拿另外一个，所以是把它。Whisky、就我所知，它不可以这么快出来。为什么？为什么？因为 whisky 的味道太重，嗯，所以说它要泡久一点，它才有可能就是融合。你看一下这个 whisky， 它下面的那个糖啊都还在，有没有？但是我们还是要开，因为毕竟是潜质美酒嘛。我们一定要知道说哪一些我们可以这么快就喝，哪一些不可以这么快就喝，还有味道的问题。哎，我跟你讲，很厉害，只要三杯下，不同的酒混在一起，会有点慢慢的感觉。哦，哦，我闻到已经醉了，一打开，完全就是 whisky 的味道。你要拉拉？我知道的。你旁边没拉。不让我起来，不行，你不可以起来，会破。不是不是，因为呢，它还有一些结晶体在底下。因为我给的，哎，不要用力，不要用力。不是我给的梅酒梅子比较多。放开，我有筷子。去，来，我来救你了哈。好。你看它这个是5月10，我们都有标记5月15的梅子，但是我跟你讲。就是干嘛？它那个梅子啊，有一点点皱了。其实你看，你要吃那梅子还没有？你摸了还给我丢回去？这杯你的。好，我的。我的我自己加。美美的。又两口。要美美的。嗯，爸爸，嗯，你不要给我喝我的八嘎。喝看，没有，我告诉你 ，whisky 不能那么快喝。看嘛。哦，这还要 whisky shot， 你知道吗？因为我本说真的，我是一个比较不喝 whisky， 他喝，但我不。你前面这样喝完之后叫我喝 whisky shot。它味道闻起来重，就是喝下去没有那么重。你，我跟你讲 ，whisky 美酒，你只能屏住呼吸的喝它，但是你喝下去完全就是梅子的味道。对，说真的，如果我要给名次的话，我会给 Vodka 再 whisky， 然后再来聚。我明年应该会全部酿 Vodka。我要先把 whisky 再放7749天。好。对。哦，等一下来，你再放7749。我再喝 Vodka， 我现在有点晕。好，我觉得潜质美酒 Vodka 的这一个成功，就是2个星期就可以喝了。好，那这两个再放，明年再用好多、啊。会不会到明年的时候我这一窝还在？不会，朋友来都可以请他喝。只喝 Whisky， 只喝 Whisky。第一次的美酒成功。